究竟要如何能够得到它？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关，对呀，一定要赢，对，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。好，有一个人要来跟我们宣布，他已经不是人了，哎呀，他是仙女来着，哦，他是做神像来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仙女吧？对对对。好 ，OK， 我们欢迎我们这一关的公主，哎呦，主持人。美食公主张楚莎，然后这边是在海科馆顶楼的海洋景观餐厅，对，然后这边除了可以看到八斗子跟九份的美景之外，这边还有一个基隆的冠军美食锅物，就是这个冠二热锅。哇，他的手势很多吗？冠二美食锅，这个，而且他手都摆在很。等一下，我们想要看你表演一下，来介绍一下。那你等一下就还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来一次，来一次，楚家门，楚家门，楚家门，来一次，来，三二一 ，Go。这些美食呢，都要欢迎我们的副理。啊，介绍一下吧。是，那我们这边最主要几个特色，第一个是景观，然后接着的话就是我们的海鲜部分，海鲜是我们的主力，那我们是以意大利式的料理加上我们这个台湾式的料理，就是用混搭式的异国料理的方式，对，用融合的方式来煮来呈现。那这两锅是特别要介绍的，那这一次我们基隆市政府办的基隆好食网络票选渔夫锅，我们这一锅冠二渔夫锅得到冠军，安康鱼锅是我们得到亚军，亚军，冠亚军，冠亚军，对，第一名都你们包了啦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是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获得？怎么样呢？啊，应该就是比赛要得，要，好，那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公主，谢谢助理啊，谢谢。讲解非常的精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游戏规则呢，就是派出两位队员蒙上眼。你看手势又来了，我们很期待他的手势。两位队员蒙上眼睛，然后用脸贴脸的方式去碰触物品。成语就刚刚就是一个成语故事，就东施效颦，对对对，来继续干嘛？干嘛？我们要有一点叫神经啊！儿童操作，好好点，不，我们有时候要教育性的东西给大家，好来，儿童操作。队长会在旁边用钓竿的方式去给你们猜，对，然后两分钟内猜对的人就可以获胜，然后获胜的人就可以享用这些，然后输的也有惩罚。输的也有惩罚，惩罚是什么？打屁股吗？还是？那你是吗？是秘密。那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，加油！好，最后一关，黄队已经准备好了。怎么样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干嘛？因为可以小声一点吗？开始了，黄队大声。好，在干什么东西？那不是在玩那个游戏。好了啦，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就是遮掩。OK， 公主，对，我们要看一点美的画面。Yeah.
我觉得是海鲜的。对，是海鲜。是海鲜，而且它有味道。它冰冰冷冷。而且你这种屁子吃吃好大声。什么东西吃吃很大声？你抽是不是还是不是？我觉得有点像乌鱼子还是什么？不是乌鱼子。乌鱼子。对哦。还是鲑鱼子呢？它有脚，它有脚丫。哎呦！哎，他们好要确定答案哦。最后三，透抽二一，透抽，恭喜你们答对了。刺的，然后再刷碗吧。不是，答错了，是刷马桶的。我们刚刚有去刷了一遍，所以我们刚刚注意啊。确定他是刷马桶的？确定刷马桶？对啊，他可以刷。好，你打开眼罩来看一下。这可以刷杯子啊。这可以刷杯子啊。对啊，这本来就可以。可以啊。刷子，这就刷子，这就是。那红队呢，也算是答对了。真的好。你最衰的黄队，好，这一组呢是露露以及展荣，没错，好，准备好了啊，这种时候都很没有安全感，哎，
觉得是那个，就因为我有闻到它的颗粒味。所以，可是它的材质为什么这么新？而且又可能是使用过的，对，很造车，这应该是真的是使用过的。然后它有颗粒，然后它又很滑。两个，
旁边啊。你那边怎么有点老派的味道？因为我闻到夫家的味道。对嘛，我们一开始讲的是他们要教务蹲跳嘛。我们原本说十下，但他们刚那样呛我们，我觉得应该要教两百吧。你决定，你决定就好。两百，你讲清楚哦。好了，那就跳两百下。展瑞，你是晚辈，你要要要要要。现在等一下，展瑞，你是晚辈，对，我是晚辈。好，那他们跳两千下。大家一定要记得上 TikTok 好吗？抖音，抖音来票选一下，看看谁才是你心目当中可以代表海洋大学的公主哦，好吗？欢迎投票，欢迎投票，一定要投票哦哈！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来，你过过，这我过。哎哎，怎么其他人真的是哦，这是活动桃，活动桃啊，结果奖杯这样。哎呀哎，哇，那你。你再胖也没关系，你是吃不胖的体质，你吃不胖的体质，哎，干嘛这样？你把人家沙发坐坏了就走，他没钱啊。